胜路。2-7，战神现在落后5分。丁丁，中距离那个跳投得分。Brinkman 小人物单手的抛投，这球轻了。丁丁拿到了防守篮板，而且来讲平常大概10拿9稳。对，但是因为防对特工在第一节打不到一半的时间，兵多将广哈，那球员的一次犯规、两次犯规都还能够吊上来替补应用。可是预判，丁丁大空档，有喽！丁胜如投进了3分球。丁胜如，那现在选择直接打外线，丁丁得10分了。丁丁是个人才，丁丁拿到，前面有一个快攻多打扫的机会，陈文宏上篮得分。Pippen 再回给丁丁，状况最好的丁丁，第一节丁胜如得了13分。再给 Danny Pippen 10分的分差，好球！丁丁半场得15分。那海神今天节奏其实没有打特别快，打得很沉稳。丁丁17分的得分。给到小台，也有啊，手感是会传染的。三，李念红多到了，差点又被丁，好，还是被丁丁拿到啊！要赶快跑啊！应该救得回来。陈文宏给到篮下，啊！丁丁外围比了一下，陈文宏先做假动作，再回给丁。这个战神这样子，每个三分球这样投不得了，没有人对位给丁丁，啊、丁丁22分了。这场比赛如。战神这样子，你看两个人单挡之后，就直接让他在外线这样投，哎，都没有人去阻挡去防守。所以苏文儒他的一个崛起就非常关键。好，又给他又漏掉，又给他进。哇，海神的防守。丁丁切入了，丁丁24分的分数。丁胜儒又来了，丁丁。丁胜如这场比赛算是他 T1 的代表作，三年下来27分的得分。另外，对方是可以来做一些特殊的一个战术想法。丁丁写下了生涯之夜，再拖一拖，再拖12秒。哦，要秀一下了，恩多放手暴扣。他们在主场，对此在主场的首胜。今天在和平篮球馆，他们是124-110